就一来仓库就看见螃蟹这只鸭子在偷吃，你看吃的这个脖子这么粗啊，你这是要自杀吗？啊，这弄豆腐啊，还得泡茶给你们这，用人家的锅还得泡茶给你们喝，等一下还估计还得拎点瓜子出来给你们嗑。是个做这个经营方案没多一步的，湖南。呀，我没洗手。这抢的是，挖的你嘞？还掉？羡慕你把那个把西噻。你那个球，这待遇不要太好了啊！这是啥？这个是酱饼，这是杨梅干，自己晒的。要喂！烟雾腾腾啊！洗了过后，我就洗了过了，好像包冻了又包。这老太阳压的，我这有。为什么做豆腐要放油角？没人搭理我。瞧你要放油角到这是什么？要我。哦。嗯，油角上泡。你没油脚，你搞这个泡不得香啊！哦，就是这个冲起来的那个泡，放点油脚下去，泡少一点。那是的。啊，就搁那点，叫你叫你天天洗，天天啊天天啊，不就搁这个啊？五十块钱，搁这洗，搁这卖的，我一屋子我晒干干。你知道不？人家说你个鸡杂没鸡的泡。哎，不要说没那么少。哎，点。我想加点辣酱。开的好严重，看到吗？几块钱？我开的严重，差点红啊！有吗？好，加点糖。我们秋天买的个哈红的，你脱外去蘸呢。哪来兄弟？哪里弄来兄弟？你去煮。那装一碗给你外甥吃。装不装？那过人还五连说你。你没听懂我啥意思？他不是节食吗？哈哈哈！在家节食。斌子。嗯，家人装吧，你绝对能变成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对，富婆，本来就是富婆，好不好？全网公认的富婆，你现在是。来，姐，我见过你妈的，我女儿打个开刀，我漂亮的表情，我果断就来。你懂不懂？我这个不是，你是吧？刚刚有五多多的，你等不洗澡的，打我厉害的，很难打，不就我那个厉害子的。人家不是怪的，我就是没怪。这两姊妹又要干架了。你要一天待在一起，估计要干个800来回。等一下会打起来。打是不可能打。哎呀！哎呀，拿不起来，哎，有吸力在上面。这几个节目吧，嗯，这个看着可以。这他们还在做豆腐，一共有6桌，才刚做好3桌，还要做好久。
我不等了，我要去吃酒席去了，去螃蟹家吃酒席，剩了一碗豆腐给朋友。还不去啊？等你坐上席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先走啊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你这吃了还要还吗？我可以喝，我又开始喝了。来继续呗。你不是说又可以开始喝了吗？我抠出来我就清醒了。对，抠出来就清醒了。你就走，两个人，要给你一欧一，人一，别跑。